你是怎么又当学霸又能完成自己的爱好的呀？不是都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吗？办薛世纪这个组合的时候，也有好多人批评我，一会儿说我们不务正业，一会儿又说我们歌唱的烂，舞跳的差。但是后来想通了，我们自己的生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完了，故事都是这么开始的呀。学妹碰见学长，学姐，我该考试时就好好复习，这些我都知道。你们不会发现我们内心的渴望，因为青春只有一次，必须疯狂。